阅尽世间风华，每位大师心中都有一段传奇，无可替代。蜀门之锦，以传统手工制作，独有11520根鲜线与9600根精线融为一体，重义不重形，在世不在利。功夫1200公斤，一横一竖中挑起放下，前赴后继，时间每天48次，一起一伏间，退散重聚，反扑跃进，经层层历练，直至完美。11年磨一剑，出手便知宗师风范。时间如灰，64000米的距离方能锻造10平方厘米，实属不易。方寸之间，每天24小时坚守，是标准，亦是境界。日夜交替，历练大师珍惜品质，只为成就世间48平方厘米的巧夺天工，极其震撼。菩提明镜，不惹尘埃。大师匠心，时代风云，都在这纵横阡陌、手落灯斜处。蜀门之锦，真罕之作，奥妙众可皆知。世间蜀锦，仅此一处而已。